如果是你，如果有人向你问起，你打算怎么样让明天继续？告诉自己，我的未来就在这里，我知道不能够现在离开你，因为我在乎，在乎。和我一起，让我感觉你的呼吸，黑暗中音乐中有你的消息。告诉自己，你的未来就在这里，因为你不应该就这样离去，让有我的地方有你。你受了委屈不必哭泣，因为有你伤心失意，不要逃避，因为有我在这里。我怎么能轻易放弃？虽然人世间没有太多的奇迹。我怎么能轻易放弃？虽然人世间没有一定的道理。你一定要更加努力，一定有人比你受过更大的打击。你一定要更加努力，不管你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遭遇。如果是你，如果有人向你问起，你打算怎么样让明天继续？告诉自己，我的未来就在这里，我知道不能够现在离开你，因为我在乎，在乎。爱过的心情，我怎么能轻易放弃？